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，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，可以照明我们生命的道路。只要我们爱慕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灵粮和生命。那今天早晨我们再次透过神的爱话来领受他自己的慈爱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三到二十一节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。车到了博士麦人约苏亚的田间，就站住了，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，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，放在大磐石上。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窗像就是这样，一个是为亚什突，一个是为加萨，一个是为亚什基伦，一个是为加特，一个是为以格伦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，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。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，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苏亚的田间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。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博士麦人说，谁能在耶和华在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于是大法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，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好，今天经文的主题是用神喜悦的方法来侍奉，要用神喜悦的方法来侍奉。其实我们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蒙恩以后，如果我们有侍奉的心志，这是讨神喜悦的。但是侍奉不只是要有一个热情，侍奉还要有一个按神心意、按神旨意的方式来行事的心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好像原来是一个喜乐的事，但是最后变成乐极生悲。还在这博士麦的事件里面，我们看见原本约柜终于回到以色列地，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情哈。我们看见当约柜来到边境第一个所到的城就是博士麦。博士麦人看到约柜，从远处看见约柜竟然回来了，他们的心好高兴哦。好，那大家一起围上去哈，在那里热烈的来迎接约柜的到来。但没想到后来他们中间哈，圣经上说击杀了他们七十五个人哈。如果照当时看，大概有五万人在那里围观哈。以当时一个边界的小城，五万人几乎都是合成出动了哈。大家都听见这样的大事了哈，托胡老西友一起来观看约柜哈。那最后为什么会演变成为一个悲惨的事件哈？我们看见关键其实它是在第十九节哈。第十九节说，耶和华因为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所以就击杀他们七十人哈。但是有五万人在那里哈，百姓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哈。这擅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？在原来的意思是说哈，他们窥探好奇，窥探好奇，甚至他们还调查研究，调查研究约柜哈。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四章那里讲到哈，律法上严格禁止观看约柜跟圣物哈。但我想当时因为在特别的处境哈，约柜来到从非利士境内
再次来到以色列境内哈，难免经过的时候哈，大家会热切欢迎哈，这样观看也就罢了哈。那这是一个过渡期哈，应该让约柜放到分别为圣的地方去哈。可是在这个观看的过程中间哈，他们是上观哈，上观哈，这里原来的意思是说，不止窥探好奇，他们还调查研究哈，所以。有些译本哈，直接说博士麦人被击杀的原因是他们观看到约柜的内部哈，内部哈，所以他们就是在好奇心里面哈，不按照神的法则行事啊，行事哈，他们甚至连约柜里面都看啊，这样子看哈，那是原来只有祭司，甚至会幕时代到后来圣殿时代，都只有大祭司，祭司中间每年选立的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。而且还不是观看约柜，是在神面前献祭。显然百姓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会乐极生悲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为圣，他们的心在神面前是轻忽的哈。所以博士麦人并非不欢迎约柜，乃是他们缺乏对神的敬畏，在神面前轻忽行事，以致我们看见悲剧才这样产生哈。圣经上面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约柜，神的话还是提醒我们啊，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今天其实比起旧约，照理来说在心态上面我们要更加谨慎，因为旧约是人的身体要同时来接近啊神的约柜，来到神的会幕圣所那里朝见神。今天神的灵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里面只要因为神的同在，要分别自己，好叫我们分别为圣，能够归给神。从这次博士麦的事情，其实对我们生命中间也是有很多的提醒。我们有时候信主以后真神假拜哈，那我们说发现其实非利士人可能对约柜的事件，因为经过这些的灾祸，他们反而比较假神真拜。我们在前面的经文看见哈，他们找了他们的祭司，找了占卜的详细研究，他们的研究范围不只是讲到怎么样子能够献礼赔罪哈，他们还讲到要归荣耀给神，他们还讲到说不可忘记过去埃及的历史，那一位神怎么显大能帮助哈啊，以致埃及人他们就被严重的击打。今天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错，好像非利士人对待约柜啊，比以色列百姓还认真，还认真哈。我们今天是蒙恩信靠神的人，我们需要学习用敬畏，但是也是用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呢。我们看见博士麦人后来，他们的结果也是令人感叹哈。博士麦人并不是真正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习悔改，因为神的同在是万福的根源。在这过渡之时期，约柜还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安置的时候，博士麦人他们却选择把这个约柜哈，接着送到基列耶里那里去哈。后来基列约柜在基列耶林二十年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看见神的赐福，包含百姓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神哈。所以博士麦人他们所产生的行动，也让我们想起在马可福音哈第五章哈，从一开始一直第一节到十七节，那里讲到格拉森的鬼被赶出去哈。不过这个鬼因为是一群的鬼，赶出去的时候哈，耶稣准这一群鬼附到猪的身上，那当时这个猪有两千头哈，就跳崖而死哈。我们不太了解格拉森人哈，普通一般的地方，耶稣所到之处，人看见耶稣所神的神迹奇事、医病赶鬼这些大能哈，就巴不得不只是医治当时的当事人，而且都全城的人有需要的哈，这个生病的啦哈，鬼附的哈，都带到耶稣面前。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啊，凡是来到他面前有需要寻求帮助的，大概耶稣都是来者不拒啊，来者不拒哈，他会施行医治，他会释放赶鬼啊。
但是我们看见格拉森人，可能因为2000头猪的损失，担心耶稣带给他们的不是正面，特别是财务的影响，以致他们反而弃绝了神的救恩，他们明明看见鬼妇的那个格拉森鬼非常厉害，他在坟茔里面，他在那一条路上没有人敢走过去，一个人把守住整条路，别人都要绕道而行，所以这个鬼是个厉鬼，是群鬼，一群的鬼，他竟然可以完全得释放，可是格拉森人并没有欢迎耶稣继续留下来。我想博士麦人也是提醒我们，神有时候为了我们好，生命中会有管教，管教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回转，好叫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来。而博士麦人显然错失了这个透过管教在神面前回转的机会，以致后来看见约柜就被送到基列耶林去，在那里神百姓的心才真正回转归向神。愿我们的心也常常能够及时的在生命的大小事件中间看见神的作为，心里回转归向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你的慈爱怜悯中间，你一方面乐意把一切的美福赏赐给我们，另一方面你也对爱你的儿女生命中间有提醒，有光照，在必要的时候还有责备加管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叫我们生命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。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降服，能够顺从你的引导，能够常常回转归向神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恩典中间成为常青树，能够发旺结果，叫你的名得荣耀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